在驚蜜蜂，嗡嗡嗡，嗡嗡嗡，係咩聲嚟呢？嘻嘻，開眼望一望，佢見到黃色、黑色間條，六隻腳啊！蜜蜂啊，好驚啊！蜜蜂先生問：嘻嘻，唔好驚，不如你同我一齊飛啊！嘻嘻諗：飛？我又唔識飛。你望下自己，嘻嘻望望自己，佢見到黃色、黑色間條，六隻腳。啊！我係隻蜜蜂啊！跟住我，蜜蜂先生同嘻嘻一齊飛到去公園度。去到公園唔係玩，而係去同啲花講早晨。早晨花花，早晨花花，早晨花花。去完一道，又一道，又一道。有時蜜蜂先生仲會錫啲花。蜜蜂先生，你腳上面黃色一點一點嗰啲係咩嚟㗎？蜜蜂先生答：呢啲係花粉。花粉有咩用噶？我哋拎住啲花粉去其他花，佢哋先会生啲果实出嚟，然后果实又会生啲花出嚟。果实即是苹果都要？是啊，好多食物都要的。那如果没有蜜蜂，是不是会没有食物的？是啊，冇蜜蜂就会冇晒植物，又会冇晒食物噶啦。嘻嘻同蜜蜂先生一齐飞翻屋企，见到好多小朋友。
啲小朋友变到好大好大。呢啲咁大嘅小朋友见到黄色、黑色间条，六隻腳的希希和蜜蜂先生，他們即刻大叫：啊，蜜蜂啊！有几个小朋友追住佢哋跑，想打佢哋。蜜蜂先生同希希一齐飞高，避开咗啲小朋友。头先佢哋再追近啲，我就会用条尾支针噶啦。我哋只可以用一次。我知道，老师都有讲过。蜜蜂有支针，所以我本来先咁惊你。点解净系可以用一次嘅？如果小朋友追我哋，我哋好驚先會針人，因為針到人之後，我哋會死。哦，如果啲小朋友好驚你針佢哋，可以点做？佢哋可以企喺度唔喐，慢慢等我哋飞走，咁就得噶啦。飞到翻屋企。蜜蜂先生同希希讲拜拜，希希望望自己，黄色、黑色，两只手，两只脚。希希同自己讲，之后都会好多谢蜜蜂，唔会再惊蜜蜂了。